大家分享这个是模型已经在福寇高贺的上方或下方的超连接上面哈，这是第一代的微动开关的盒子，好，第一代微动开关盒子，然后我们是希望小朋友这样按的时候，好啊有回馈啊，但太坚硬了，我们现在改成圆形的，然后下方呢也改成用旋开的方式，好用旋开方式，所以大家就是把那个模型 STL 档下载下来之后，你就可以自己列印，列印完之后把它组装上去就可以了，好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配合那个微动开滑鼠啊或者玩具一起玩了，好啊，上面这个图案也可以就是自己把它去掉放新的，好，大概出来是这样的效果。那我们看一下夜光的效果，哦，这台好哎，有成功了成功了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打开，哎，这边有哎。